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 Popular Phrase Number Two， Be able to。Be able to 呢是能够的意思。那么这个 able 呢是一个形容词哈，它的意思是能够的，这个有才能的、擅长的。当它和那个 be 动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短语。形成一个短语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某人或者是有品质、有能力去做某一件事情。它还可以表示呢，就是有足够的自由啊、权利啊、时间、财务啊等等呢，来去完成某一件事情。OK， 它还可以呢，跟那个能源动词，比如说 will、would、may 这一类的能源动词呢，结合在一块，构成将来时、完成时和不定式。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以实际的例句哈来学习这个句子啊，这个短语怎么样来运用它啊？特别是我们实际运用的口语当中，我们要把它学会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脱口而出了。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哈。第一个例句是 I don't. He is able to help, but it's worse.I try. I doubt he's able to help, but it's worth a try. 好，我不敢肯定他能够帮上忙，但是呢，不妨试一试。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 I doubt 这个怀疑哈，怀疑这个字呢有怀疑、不确定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说这个说话的人呢，就是说不是很相信，不是很确认。这个人能够来帮忙，但是呢，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不妨试一试吧。你不能去一脚就踢死别人吧。好，通过来试来了解，哦，他也许可以哦，然后再做决定。好，就这个意思哈。好，下面我们来看下一句 ：They are able to lead a perfect normal life. They are able to lead a perfectly normal life.OK， 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理解了 ，able to 就是他们能够过上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他们能够。那么 lead 呢，在这里就是说一个趋向、一个走向的意思，走上这一条路，走向这个正常的生活道路，就这个意思哈。好，下面我们看下一句。好 ，I have some information you may be able to use. OK，I have some information.You may be able to use。好，我们看来这个短语前面加了一个 may， 这个 may 呢是个能源动词，那么正好就用上了 may able to。OK， may be able to， 你可能会用得上这个信息啊，可能对你有用。OK， 好，我们看下一句哈。You need to be able to handle pressure in this job.You need to be able to handle pressure in this job. 好 ，you need 就是你需要，你需要这样一个能力，就什么呢 ？handle 在这里是管理，be in charge to manage the pressure 这个压力在工作上，你自己要会调整，啊，就这个意思。好，下面我们看下一个例句哈。但它这个短语跟那个能源动词，比如说 will、would、may 这一类的那个能源动词加在一块上，它所表达的是对将来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预测。你将来能不能做？他将来能不能做？我们将来能不能做 ？OK， 好，我们看例句哈。Were you able to come in? Were you able to come in? 你能来吗？就是说，我们有 party， 我们有晚会，你能够来参加吗？不是现在呀，可能是下午，可能是晚一点，可能是明天，可能是 next month， all right， 啊，你将来的一个预测。好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a taxi outside the station. You will be able to get a taxi outside the station. 你将可以坐上一个出租车。在这个车站的外面啊，去搭坐一辆出租车，好，这也是对将来的一个一个预测。你可以出去呀，可以坐一个车，坐一个出租车。好了，下一句呢，我们来看有点不同哈。I won't
able to get away from the office before 7. I won't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the office before 7. 这个呢 won't 就是 would not 的缩写，就是将来时的一个否定式。I will not. I won't be able to get away from the office. Get away 就是离开的意思啊，就是离开，我离开办公室，在7点以前我是不能够的。给自己一个人家的一个否定啊，一个否定。好了。我们现在我们来小结一下，这个 be able to 呢，就是它表示的一种能力啊，一种能力去具备一种能力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它还可以呢跟那个能源动词 will 或者是 may 加在一起，表示对未来一个能力的一个预测。好，在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呢，就是 be able to 呢这个词呢，可以和那个 can 共享，意义啊是相同的。它们的不同点呢，就是说。be able to 它可以跟能源动词在一块儿，啊，形成一个对将来、对未来的一个能力的一个预测。但是 can 呢就不行了，can 它本身就是一个能源动词。OK，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并分享，拉开小铃铛。好了，我们下次视频见，拜拜。